好帅，还有点小可爱。咦，奇怪，你腹肌有八块？嗯，期待用喉结配领带。嘿，我在，哥哥是我的菜。盘点天才王一博的四十个技能。一，打篮球。二，滑滑板。三，跳舞。四，游泳。六，骑摩托。七，跳绳。八，台球。九，摩托艇。十，吹双层泡泡。十一，拼乐高。十二，冲浪。十三，舞剑。十四，架子鼓。十五，后空翻。十六，踢足球。十七，滑雪。十八，滑冰。十九，说相声。王鸭脖都特聪明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是这个新的相声演员王鸭脖。二十，卡丁车。二十一，悠悠球。二十二，小提琴。二十三，冰雕。二十四，抖空竹。二十五，京剧赵子龙。二十六，魔术师。二十七，职业赛车手。二十八，悠悠球大师。二十九，剑术大师。三十，滑雪冠军。三十一，轮滑大师。三十二，冰壶王者。还是刚才那个味道啊。好的，哎呀，给我配合，再配合，好的。太不行了，现在。三十三，美式橄榄球。三十四，花式桌球冠军。三十五，高尔夫大师。三十六，网球王子。三十七，神枪手。五点四。三十八，飞镖十环。三十九，百步穿杨弓箭手。四十，驯兽大师。坐。
41野外求生王者。哦，你来了。哦，啊，要着了！哦，又着了！42乐器达人，43花腔少女。可以啊，女装就是这样。哦，哇，不错。44飞行员。你知道中国原子弹最大的秘密就是。45挖掘机工程师。46游戏达人。这是让你们最受不了。哇，军事基地看到的有两个不同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就看到是。可以啊，我们特色就在好，来进来进来。是。47调酒大师。48绘画天才。49跑酷王者。对，左手按右手速枪。还能不能做这个？做不了。停，差不多。不会这个。武士维和警察。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警察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做一个更牛的警察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请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